我离你较远的啦，我莫抓你啦。啊，不过你把今仔日的笑款哦，全部摕转来给我，我就莫抓你啊啦。嘿，你总袂呢？讲讲，你搁有人倒去啊？拢是乎你一张乌鸦嘴吼，讲话我唔才遮细话。哎呦，林天师啊，你有够灵性呢，啊！即个真正搁互你聊安尼准准准啦，要收的大条小款哦，啊，真正拢乌有去啊。要提钱上，来啦。遮久哦，几落十间啦，较细条的啦，哈，两三百块尔，要收哦，你家己去收啦。你讲我清楚啊，什么大条拢无啊？啊，你都要听我斟酌吼。拢总吼有两间的地下酒家啦，啊，一间吼是外头家啦，啊，另外一间是关门啊啦。啊，这几礼拜吼，这两间拢总欠我600斤，几落万块的小款啦。啊，你讲有够清楚。这个骗子，世间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啦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把迄小款哦，拢摕去跋筊，跋到输了了啊，才会转来用这笑死人的理由把我骗，对吗？嘿嘿嘿，你莫甘花无天哦！你毋是无这种记录过啦？啊，我知啦。自从我带你开始哦，就一路顺运到今嘛，啊。工厂的考虑做啊好好，无去啊啦，啊，卖鱼嘛无当卖，足无简单哦，做着副理，公司嘛关门啊，即马着要卖罐车嘛，嘛拢倒销，哈。迄是你家己哦，无才调啦，到底是啥物人害啥物人哦，讲毋知影嘞。我未结婚之前哦，我从来拢毋捌为一个烦恼过啦。甲你结婚了哦，若是替你害遐尔济债务，到尾甲家己哦，嘛是安尼负债累累啦。像像你这种吼自私自利、无责任、搁粗鲁的查甫人吼，搁无路用的查甫人吼，留伫这个世间嘛是假的啦！哼，即个讲定，我一定甲你离婚啦！我一定甲你离婚啦！哼，我一定甲你离婚。你若是唔甲我离婚吼，我袂乎你有好日子过啦！听着无？哼，我哦，若是要甲我离婚哦，我一定袂乎你有好日子过啦！像像你这种人吼，气死人啊！哼。我再叫你搁讲一遍。我叫你跟我离婚才能赢。想好想法，
自从我娶你开始哦，一路顺风到即马，啊，工厂的考虑做啊好好，有去啊，卖鱼嘛无当卖，足无简单哦，做着副理，公司嘛开，即马就要卖罐头嘛，啊，多谢，哈。 你今仔日吼一定要头讲清楚，你莫急，上少有办法可啦。你家己倒去啊？拜托，较细声啦，妈你困。我困啦，你今仔日若无甲我讲清楚，我就去甲妈讲。我钱输去啦。哎，你到底是来斗相共，还是来找冤家啊？我哪甲你斗相共个啊你？斗相共，叫我你过来。 梅姨哦，小老妹梅姨哦，梅姨啊！我阿妹啊，讲来最大个来，伊就袂记啊。我来接头啦。我你要安怎啦你？哇！ 你为何？来啊！都来玩啊！你来跟我讲本啊！讲啥？讲啥？你跳探子？我看你这样做，你要死定了你！梅姨是吧？哦，这久无看，啊，你这手细细，无啦，拢起啊，拢干呢，臭臭干干，我这手才拄保养好。 你想到咩？你第二站啊？认错啦！你有欠债啊！你还我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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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我！
帮你算。我不应安尼就帮你算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啊！是免谈，希望无在了，互你过较好诶时。我诶头皮可能看袂起。可以啊，莫艰苦啦。我是为了了解的艰苦，我是因为现在咱两个人之间的对待方式，但是安尼咧伤心啦。咱两个人脾气吼，拢爱改。想算是咱两个，不是干那你哦、喔。阿贵，你知影无？我熟识你到即摆吼，我是第一届看你头，也是第一届吼，听你安尼轻声细语就对我讲话。假使以后你用定安尼哦，你无调着我的脾气哦，就袂较歹啊。破病呢，我唔才对了你破病呢。老邱啊，啊你这世人，敢真正甲我同甘共苦？我一定会予你哦，上好的生活啦。
恁经过啊，恁经过，你有偌熬啊？你这个袂共枵气啊，枵啊！你惨啊惨啊，野啦，胖啊胖啊，输啦！你哦，即摆连伊睏起，你拢毋敢对伊安怎？你实在是有够无路用的啦！你，我拄仔是咧创啥物啦？我哪想到要做这么恐怖的代志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庇，菩萨保庇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菩萨保庇，我无做，好佳哉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咧，好佳哉。紧张创啥物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后来吼无迄个胆啦。你吼有即款的想法就已经毋对啊啦！啊好佳哉，你是无胆啦，啊若无吼，后果就不堪设想啊啦。啊你啊吼，毋是我要讲你啦，啊一个查某人，性地晓歹要创啥？好啦好啦，彩娥啊，你莫搁再安尼细细念嘛，好无？啊，我的个性你嘛毋是毋知影，我若是讲你的时阵吼，我是足欢，搁足硬啦。啊，我若是温柔的时阵吼，我就安尼软到敢若麻糍咧，对无？啊对啦，阿贵啊，恁翁吼，即个生意是了袂少钱呢。啊，落来又怕什么安怎无？唉，过会当安怎啊？只有哦，继续打拼赚钱啊！安尼嘛对啦，啊，伊的生意敢无爱继续？我即马病大插业啦，伊爱做毋做是伊家己的代志啦。我只要把我家己啊，搁伊能顾好就好啊。后摆哦，伊免想搁再甲我提一仙钱啦。我哦，甘愿甲我的钱捐出去，互别人做好代志。我嘛不爱互伊开我的钱开到敢若放流水共款啦。对，真哦。我已经决定了啦，我若是有机会吼，我一定要跟伊离婚。唉，我看恁两个翁仔某安尼吼，一世人吼，我嘛唔敢想要结婚啊啦。对对对对对，坦白讲哦，若是无爱结婚，嘛无啥物唔好啦。好啦好啦，莫想遐尔啊济啊啦。哎，对啊，彩娥啊，等下吼，你陪我去佚佗一下。要去倒位？咱哦，先去听歌，然后好好啊食一顿，食饱了后去踅街买物件，迄若是欢喜哦，你搁再陪我去饮两杯啊！哈，阿贵，莫安尼啦，你即马是安怎？开钱去去哦？我的钱予伊开，不如我家己开啦。好啦好啦，莫想遐尔啊济啊啦。谁人叫你是我的好朋友？你不陪我，什么人要陪我？阿姑吼，顺顺，你陪我去捡一条盘链，我要送给阿姑做生日礼物。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莫想遐济啦。
爬，行。最好，莫甲你妹妹在后面斗来斗去。爸爸，阮是不是回去了就当吃着妈妈煮的饭？我不做作妖呢。你妈妈今仔日有煮最好吃的菜在等你。队长，帮我看你的心情，一定是该退步。你要利用这个放假，好好温习你的功课，知影无？嗯，我知啦。爸爸，哥哥在厨房头拍电动哦。真的吗，局长？爸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啊你莫阁拍电动啊，好好读书，你来拢莫听话。我只有放假的时阵会拍一个啊尔。啊你阁应嘴应舌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我看到你阁拍电动啊，不管啥物时阵哦，我拢跟你拍哦，有听到无？听到啊啦。是阿喜在哭，你家己不是赶快要笑啊？好啦，啊，即马拢转来啊，妈妈会加陪恁一时啊。乖，手面洗洗，卡等下就免食饭啊，好不？好。局长，阿爸跟你讲过偌济届啊，你是一个查某囝呢，要有责任感嘛，家己行李要家己提啊。好啦，囡仔拄到厝尔，遐久无转来啊，你就莫讲。我即马咧教囝啦。我若管较严咧，你著维护因啦。啊，囡仔教好才奇怪。爸，你莫生气啊啦，以后我会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饭煮好未？好啊。加食饭。哦。来。恁拢给加一个。谢谢妈妈。嗯。经常出现，是爸爸妈妈无认真辛苦的时阵，你有感谢无？妈。爸爸，我伫学校有一个好朋友呢，伊就是因感谢，所以拢未大汉哦。嗯。对啊，所以啊，爸爸拢是为着恁好，爱恁食饭袂免感谢哦。嗯。爸爸，我伫学校过另外一个好朋友哦。住伫咱遮，伊阿公带去高雄读册，你知影无？伊伫阮班呢，成绩足好个呢。啊，毋过你知影无？都选两名，我第六名，第八名呢。吼！讲第六名，你搁敢讲？你爱比哦，爱找你比你搁较好个人比啦。你正经爱用功好啊，拍拼读书啊，我将来要安怎考较好个高中？阿长，你遐巧。妈妈相信，将来你一定会考到第一，还是第二志愿。嗯。妈妈，我只考第五名嘞，比阿爷较厉害。哦。阿姊，恁遐的学校老师是不是足歹？那阮老师怎足好呢？爸爸，我阁有一个朋友哦，伊真会讲球，大家讲球吼，都讲出全垒打呢。我甲你讲哦。好啦好啦。恁食饭奈直直咧讲话啦，老师无甲你教。啊！你交遐尔侪朋友，拢无半个足够读书的哦。你若不爱好好用功读书，看你将来有啥物前途啊！阿长，爸爸的意思是讲，今日交到爱耍无爱读书的朋友，今日当用功课。因拢大汉，我讲话因拢听有啦。我甲恁讲，有一句话哦，你一直拢有学过。迄就是少壮不努力啊，老大徒伤悲啊。尤其是你啊，俊章，
你是查甫囡仔，你要甲我好好用功，发愤图强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好，进去。太过严嘛！本来就爱这样尔严嘛。阮家有九个兄弟啊，啊，倒一个唔是阿姑为虽然拍较大汉的，你毋捌听过放下出孝子啊？你看阮家兄弟啊，倒一个无友好啊？就是你安尼，你的性格才会这歹。啊，你今仔是安怎？我讲啥，你拢甲我反对啊？好佳哉，囡仔无在你的身躯边啊，亲像你这种个性教出来的囡仔，将来出社会，啥物代志拢会吃亏啊！只有你这种人，唔知影啥物叫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好佳哉，囡仔唔是伫你的身躯里，假使哦，将来伊的性地拢甲你同款，迄才真正爱吃大亏咧。啊，原来我伫伊个眼内无一个好个。我讲的是事实，你的性地连我拢已经无法度通忍受啊啦。无法度忍受，你出去啊！我从来唔捌反抗你，你要赶我出去，这也毋是第一届。伫这个厝内，我无想要阁予你赶甲惯死。出去就出去，你赶出去就莫转来啊！莫名其妙。我都唔相信，何遐尔大你赶出去。照出去啊！相信你袂坚强，互你压一个仔嘛好。立刻！立刻！啊，你猜对了。啊，我倒位拢无去啊，
啊，你是走去倒？那规身躯都阿甲淡糊糊，你无咋好耍？我请恁摕物件。哦，啊，你物件摕着无？有啦，有。后界要摕物件，莫遐晏，搁要去摕。外口搁伫咧落雨，要摕，明仔载搁摕，嘛是共款嘛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我先睏啦，吼。哦，遮有面巾，你擦擦咧，莫感冒啊。晚安。这是我甲国权吼送互你的生日礼物，祝福你啊身体健康。祝福阿姑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呦，你两三吼叫个神，我就一欢喜啦。小孙呢？哎呦，后三年吼，我讲你了咩？小生日俩，来来来，提灯提灯，唔免开一钱啦。啊，阿姊啊。那是阿贵因两个人的好心，就给收起来就好啊。是啊，阿姑，最后是国权做生意赚的钱，伊特别买转来送你的，所以哦，你一定要收起来。安尼啊，好啦好啦，阿姑就收起来，安仔细哦。国权啊，你强哦，伊还没做生意哦。阿姑，俺做对了，伊在恁生生里，我卖个好讲。啊，这话哪会用安尼讲啦？足侪大生意都是对这小生意开始做起的啊！啊，你即马才开始，已经做安尼啊！阿姑阿贵啊，你甲伊斗相共，你哦爱较拍拼，家己厝拍好在，知无啦？爷，也免在遐讲，要欣赏啊！看伊安样。冇精神哦！哦，阿姑啊，我想讲哦，可能是国权即阵啊，工课较忝啦，啊，睏眠较无够，所以看起来哦，较无精神啦。哦，伊逐工哦，透早都要起来，要去批货，搁要走恁动作。好啦，好啊啦。逐工来。莫讲我的代志啊，换一个话题好不？阿姑，妈，恁看啦。伊搁咧嫌我啰嗦啊啦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哎，他家做哪咧？哎，你来上班呐？哈，好啊，来，行行行。我先看，你先行。国全啊，小连续发生遐尼侪代志，你若拢无甲妈妈讲，无让你烦恼嘛。啊！人阿贵咧替你起家，替你派遐尼侪负债，嘛归袂少钱，你哪会用咧出手拍人啦？你种毋是款的啦！我知影是我毋对啦，你阿斗三工遮尼侪代志哦，我心肝咧真正足感激伊啦。不过，我着事业无顺利，我心情歹，我兴致着压起来嘛。啊！你是我的妈妈，啊！你敢会毋知影？我的个性哦，就是话拢藏伫心肝内，煞讲袂出嘴啦。哎呀，贵了哦，贵了解我的个性。啊，贵了解你的个性，你能出手拍人哦？这么好的某，你是要倒找啦？你若是搁安尼吼，妈妈就真正要发脾气啊啦！敢讲你明仔讲一句较好听的话，你是惊伊讲出来，你身躯的肉会减一块少？
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会改啦。哎，阿公妈，阿贵真正袂歹哦。哎，我着拍吼，伊将来哦拢袂受气，拢袂甲计较呢。哼，人若愈让你吼，你着爱知影安怎准则，啊若无，这叫做软头青骨啦，阿伯明安尼，知无啦？嗯，妈，迄是你毋知影呢。哎，大伯恁妈以前开始会先出手拍我的呢，我这叫做吼，这叫做自卫啦。哎，伊阿妈。 你甲偷跑，甲有你嫌疼，你知无？笑开！免得遐养心啦，你爱加想阿贵一挂好处。后摆吼，伊若搁出手拍你，你着放互轻松互拍。伊若拍你袂疼，安尼毋着无代志啊。较早妈妈吼，也毋知影讲啥物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即个意思啦。啊，今仔连恁两个相对啥毋对哦？ 阿贵啊，你辛苦啊！他说：“若不是告全高安公，你替伊判遐尔啊多，阮真正嘛毋知影呢。啊，今仔我这个做大家吼，也只好替我的后生，甲你讲一声，是的啦，妈。” 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我感觉足歹势啦。其实为着国传，我害我一个姐夫我都无要紧，只要伊是正正当当咧做代志，我拢心甘情愿。啊，不过是几年来，毋那是家己趁的，啊，佮我父爷子女拢毋知影开去倒啊。啊，你用咧问伊啊？ 我要安怎问啦？每一届我若是问伊哦，伊都甲我起性地啦，无就是啥物拢毋知影。其实，妈，即一阵啊哦，我心肝内拢准备随时要甲伊离婚啊啦。 是毋是会当给妈妈拜托一下，看妈妈的面子，不管进前搁怎，伊做偌济，予你伤心的代志，妈妈甲你保证，自即马开始，我会苦劝伊改，就算讲，你予伊一摆的机会。 嘛，予你家己机会，莫讲离婚的代志啦。啊，我知影啦。但是讲，毋是为着，我已经无法度忍耐啊，我嘛袂做即个决定。他说：“若是讲。” 我要劝你讲，原谅国传，我顶多希望你会当相信伊，相信伊真正是去予人刀下的伤。对，妈妈，答应妈妈。 莫搁提起要离婚的代志，离婚不是一件好代志。
他就讲，国丈的故事会当参照你安尼，唔再有往后了。妈妈，你拄仔放假，闲个先耍几工，休困一下，互妈妈好好来替恁保一下身体。妈妈，阮读册袂忝啦，是甲爸爸较辛苦。乖囝，你真正大汉啦哦，知影关心爸爸甲妈妈。妈妈，我嘛会啊，阿兄有教过，阮爱好好孝顺爸爸妈妈，因为恁足辛苦的。看到恁遮听话哦，妈妈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搁有你，来食水果，好无？妈妈，阿兄有问我讲，想要去高雄读册无？你想要去无？啊，为什么嘞？阿兄讲，我若去高雄，爸爸甲妈妈就会当专心做工课。妈妈有恁这几个哦，搁听话，搁捌代志的囡仔，我感觉足安慰。不过这件代志哦，待明以后才讲。因为即马妈妈个工课还袂做了，而且较等下恁拢爱较早困，知无？嗯。妈妈，我功课写好啊，有闲拍一下电动无？嗯。袂用个想话哦。多谢妈妈。爱好好耍，袂用冤家哦。好。水果爱吃哦。好。